我们好，我是老夏。昨天晚上我们连夜回到了拉萨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也有工作。别叫了。然后他也要去上班，因为这边柳屋这边有个单位里面好像是公安局里面，就跟他们做小吃。多少钱一个月啊？还没叫好。他说了大体的价钱吗？还没讲好，跟你说还没讲好。他大体给了多少钱吗？说的就是给7500，但是他说的，我问他加工资嘛，他说的，过来看了一下再说。7500那么高啊？哦。还要不要人啊？我要去。废话一天，你说这些。好，不说了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在这个。中华文化公园现在这个坝子里面，他想练一下车，我跟他拍张视频，看一下他在这里能不能够绕圈圈，在这个坝子里面。如果他能够绕圈圈，证明他掌握得了方向感；如果他不能够绕圈圈的话，很难。我先跟大家示范一段，不行，我让他示范一段开怎么开。要不要我给你示范，还是你自己？哎呀，走开嘛！你那抽筋还没我紧。行，我让你看看。这里是。柳屋新区这边的中华文化馆公园，然后那边你看那边有个游乐场，然后在外边停的全部是自驾游的车辆，前面就是中华文化公园，就是这个一片。那这个坝子的话大约没有多大，这个黄色那块区域我站在中间，然后他在这里面开圈圈绕圈圈，就在最前面了，拉不过来了，最前面了。好，我看一下你绕圈圈怎么绕。不要停顿哈，绕圈圈，不用拴安全带，不用拴。你绕这个圈圈，你别开下去了哈，你自己打蓝火，你自己起步，快点。不要废话，不要吹嘛，快点。好。老实点吹。来吧，自己来，操作。蓝牙已连接。联系人同步成功，就用一档，不要用二档。好，我看他绕这个圈圈。绕圈，你顺着这个鞭子走，这个鞭子是圆的。你看好，你自己给我注意了啊。来，我看你绕不绕的圆，绕嘛，就挂一档，就挂一档。还行，不行你挂二档，我挂二档试一下。不要废话，我不说话，我看看你绕不绕得开。怎么搞全家会怎么开？打靶子，反气绕。你知道怎么打靶子反气绕吗？反着绕吗？我的意思不要打左舵，你得换一个方向打右舵，反过来绕。哎，我头都绕晕了，你还没晕吗？绕了三圈了。行了，倒车，你先倒挂倒档。找不找得到倒档？24倒档。往那边。推了空档再说。好，摇左右摇是空档。好，往那边，对，往后面。那个太紧了。往左边打，往右边打死方向，方向往右边打死。到，往右边打死，到。别慌嘛，我在这儿也看到死。好。到呀，到，慢一点到。哎呀，这里就会憋熄火啊！打上火就直接打上火到。好，到，反正在档里面。加油！好，踩住刹车，踩住！你还到到哪里去？挂一档，往前走，反转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有辛苦了吗？
熄火了你都不晓得啊。哎呀，挂一档。好。哦，就这样反转，快点。转圈他倒是没什么问题了。现在我跟他练一下车，左转圈右转圈他都掌握得了。挂大档倒车，我看一下你。你要掌握一种什么方法，你要头向向哪里去。不是，你这个就是真的，这个倒挂大档的话。怎么了？你把头往那边走，倒车。头往那边走。头往那边啊，倒车，你挂的哪个是倒档？哎，我还没挂空档档嘛，想挂空档档我再挂档嘛。你看，它好紧哦，这个倒档。没挂上去，这里才是倒档。我这么好挂，你挂不上。嗯，我再试一下了。这儿空档嘛。哦。别忙了，在空档，然后往下。啊。哎呀。想拉下，然后拉到这边倒的嘛。啊！往上了啊！往右。啊，我就是。你往下干啥子嘛？往右再往下。这个空档嘛，啊，这么子嘛。啊啊啊！这个是吗？好好好。哎呦！你往下了，你往。我不解释。你要头往右边，你怎么去打方向？头往右边，往右边转嘛，是不是嘛？啊？头往右边。往右边，往右边转。现在头在哪方？你就是倒车了嘛？啊，倒车嘛，就往这边，往这边打方向，是不得，对不对？往左边打。我们看看有没有。往左边打。哦。打往右边，往左边打吗？你倒，你倒了，往右头往右边了嘛？屁股往左边走了嘛？屁股往左边走，他也没人，没得技术，你把我看到。好好好，就没得人得倒嘛。嗯。慢点，松离合器。手刹。我呢，还看倒车看怎么样。来油门，哎呀啊！你好，踩刹车，你又不动方向，等着直的倒。我喊你头，你看现在倒车倒来，头掉到那边去，脑壳掉到那边去。我喊你倒，不是开，开的话马上就过去了。倒。你倒方向就不倒。倒方向。把手刹放了，把手刹放了，车子不得动。倒方向。好，踩松离合，踩油门，慢慢的来。方向往左边打，啊，左右不分啊！看后面有没有？方向往左边打，往左边打，往这边打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这个视频拍不下去了，我来慢慢的教下子，要不然的话，那找不到方向感。好好，我给你说咋子去倒方倒车来，这个调整方向，我自己来教。倒车。倒车不好。暂时就这样子了。倒车不好